三二一，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文旦的评鉴大赛。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各擅擅长，尤其很多评审每个陷入这个常考，而且不知道谁才能得到冠军。我们办理这个文旦的评鉴，并不是为今年而办，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传统，而且建立一个制度而办。因为今年的文旦的产销，坦白讲是非常的火热，而且农民所剩的文旦并不多，所以今年的产销秩序很平稳，然后价格也蛮 OK 的。我们是为了未来文旦的盛产以及销路的打开而这个来做预先的准备。所以不管是外销加拿大、外销日本、外销新加坡，或者是我们做的内销的促销，都是为了为未来未雨绸缪。希望说今年的文旦评鉴能够让台南市的文旦评审能够更上一层楼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想要过一个好的中秋节，吃好的果品，就请来台南享受我们最好的台南文旦。OK。